小女朋友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到凌晨三点四点这样，就一直在那边在讲话呢，唱歌唱歌唱歌，疯狂的唱歌，没错。我去你们家看，你们家没有，还没装哦，就装灯。没有变过啊，你不会帮我家用门哦？因为我去你家里，什么？很可怜呢、欸。你都不在家啊？那你不会自己用哦？还要问吗？干嘛要问？先唱的，再唱。不会说不行吗？不是没有不行，搞不好你懒惰就懒惰。不是，搞不好你有用啊。对啊，搞不好你有。你有参加哦？他有啊，你有参加，那你也要参加呢。我们家冻三天呢。就是没用了。哇、哦，算了，太迟了。他更难去啊。没有啦，因为。我们就一直挖啊，一直找啊。没有，就要用那个里面的，因为外面要拆掉啊。那么多佣兵，现在都不拆。其实我跟哥哥讲说，过年的时候，哎，不是那个，他跟我说拆掉那个缎带就好了，绿色的留着。缎带。就是彩带，挂饰丢掉，那边收起来就好。我就留这个绿色就很好用啊。这样不要动啊。过年过圣诞节。漂亮哦。漂亮哦！他用的它当然漂亮了。你会常常用教会吗？你有没有参加去布置？没有哦，有吗？然后教会也是这样用的哦。有啦，没有。那是野性的一种，不是野性呢，也是像你们这样唱、啊。你看我刚刚抓不住那个感觉了，我人的味感觉不到、啊。人的味。小王的弹吉他没有感觉。没关系，可以不用看，我就这样子，我改天就切我的头就唱。说的也是哦。哎，说的也是的嘞。你我不想打。快点，我想上厕所。我没有看到肖央公伟恩，我不难过。会疼。我总忘记那首。那个假的。我来就是啊，你们都跟我做真心话。哥哥姐姐，我吃你喝。你不会疼。我觉得弹吉他有多。怎么老公那么会弹，我的孩子都没有不会弹的。我很笨的，都没有细胞的那三个。可能我这样再隔二十年就会了。最终不会。不是啦，那阿姨说的是那个韵味，韵味。哦，就是只会弹而已。其实有些人在弹，他是有在弹，可是到不到那个味道，下午也就慢慢在弹，还是有差。有在吃没？我们都已经现在才问。他们要吃，应该早就知道了。也是哈。
面啊，吃你那冷冷的天哦，吃泡面最好吃。那你是吉他手还是？擦手擦干了，东西会坏掉。第二天就不是，怎么会是记得都不死都搞还不知道，当鬼的话也不知道啊。稍微摄影太紧了，头脑紧了。让你一层楼的更美，曲折。如果是在华山旁边，会疯倒的那个华山。那个阿弟就很适合，他很适合，很适合待在皇上旁边。他很精啊，而且他脑筋又转得很快。Thank you.
做的一模一样。哎，怎么在做面包呢？对啊，看是老师还是饼干的老师会请教的，他们要研发什么。